喂，你好，哎，你是卖减肥药的吗？姐、哎，你好，对，那个你有啥需要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想减肥减脂是不？对，我就想知道你这个减肥药好不好使。太好使了，我这减肥药，那不好使，那能叫减肥药吗？我卖啥呢？那大姐，你这药吃完了能瘦多少斤呢？减肥？一天3-5斤吧，反正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啊。完了呢？能下来的话，能保证你瘦个15斤左右。15斤那有点刺。那我有个朋友一个星期瘦20斤呢，那比你这效果能强点不？那你那朋友，那他吃的是什么牌子减肥药啊？我那朋友倒是没吃啥药，就我那朋友对象分手了，完有点抑郁了，他瘦的一个星期。老弟，你这不闹？那你这说的，你分手了，那不能算减肥的事，那是心情，那吃不下去饭啥的吧？那你姐，你这减肥药吃完反弹不？他又处个对象，他反弹了，你这反弹不？不，那我这药减肥药绝对不反弹，那跟你那个不一样啊，你就放心吃，小伙，你瘦多少啊算多少，绝对不反弹。那你这减肥期间有没有啥忌讳的呢？多喝水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多喝水，完了最好别吃饭。最好别吃饭，完了我再配合点健身啥的呗，健身完我一天做200个俯卧撑啥的呗。哎，对，你就是那就更好了。你运动的话，你药效吸收的快，你知道代谢的快，那瘦的就更快。那大姐，那不吃饭完了还运动，谁受不了啊？那跟你那减肥药有啥关系啊？我要有这精力减肥，我还吃药干啥呀？对不？不是老弟，你运动啥的吧？你瘦的不就快吗？但是也不是让你非得不吃饭，你知道不？你就吃完这个减肥药之后呢，你运动了之后你就代谢得快。你要光吃减肥药其实也行，你不运动就是吃饭也行，就瘦的慢点儿。那这药一般它都能瘦哪里啊？你瘦身、瘦脸、瘦腰、瘦肚子、瘦腿，反正哪身上没有不瘦的地方，全身瘦。它不是说的局部的这啥的，知道不？不是，那姐别弄，都让我那么瘦，我有的地方该粗不是该胖点还得胖点，对不？你放心，老弟，你这个咱这个减肥药就是啥呢？该瘦哪瘦哪，不该瘦哪就不瘦，把你多余的体脂啊、脂肪全扼杀掉。不是你，主要你告诉我你想瘦哪呀？我想瘦哪都能瘦吗？我这身上必须的。我就主要是有点龅牙，我这门牙就是太大了。你看吃几个疗程能把牙往回缩一缩呢？这牙。不是减肥减脂，老弟，你这龅牙，你瘦脸就行了呗，你脸小了不就好了吗？那我这脸一小，不显我牙更大吗？姐，就是牙怎么能你给它减点呢？这牙，那你找大夫去，你找牙医去啊，你看牙去，你这跟我减肥没有关系，那你别找我了。不是你不说想瘦哪瘦哪吗？姐，你说的，我寻思不是，那也没有人说这减肥药，你上谁家打的减肥药瘦牙呀？不是你别急眼，那你别急眼，姐。我这你再合计合计，我不用合计，姐，我是真心想减肥，姐，我就是咋回事呢？我跟你就怕药不好使，我说这么多，主要是对不？啊，我明白你意思，老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所有到我这来咨询减肥药的啊，说白了都是怕药不好使啊。对对，你看我微信里发我那些买家秀，你不都看着了吗？我那多少女孩都吃我这个减肥药呢，那效果都老好了呀。是我看他们穿太少了，我媳妇不让我看那图片。不是老弟，你说那量体重那玩意儿，你不得脱衣服量吗？你这穿衣服也那也不准成啊。哎呀，咱就别提穿衣服脱衣服那帮女的了，你也不是卖片的，对不姐？你就说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物理疗法，立竿见影那种的？抽脂啊？不，那都慢，抽脂都慢。我有个朋友，他一天瘦10多斤。我那朋友，那不可能啊，啥药一天也不能瘦。我干这长时间减肥了，啥药一天瘦10来斤呢？你告诉我，他就出车祸完截肢了，腿压折了，给。你说你啥意思？你就这意思那意思？你有病啊你呀、啊？啊，你跟我叭叭的在这叨半天啊，咋的呀？我还给你安排两车祸呀？不是，啥意思你啊？不用安排，姐，你也别急眼，我不太会说话，姐，我就着急减肥，我太不会说话。挂了你、啊、不是我说他瘦了吗？腿给压折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姐，你就说那方法不好使，咱就不用那方法呗。我就着急嘛，对，我着急。你这不抬杠的吗？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着急，我不说了吗？你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吃，你就吃我的减肥药，你吃一段时间，你少说你能瘦15斤，知道不？那我瘦不了15斤，咋整啊？你瘦不了，给你100万，咱这官方都有授权的，这都写着呢。那我指定能瘦15斤吗？这个药？对，最次15斤。那瘦下来那肉都哪去了呢？他们没了呗，那就消失了，无影无踪了，找不着了。太好了，大姐，那我指定能买了。那我去年吧，我表哥出差好几个月，完回来发现我表嫂意外怀孕了，这太意外了，我表哥有点接受不了。完现在孩子生下来8斤多，你说送孤儿院他也不忍心，看能不能吃点你的药，我给他整消失得了呗，无影无踪的呀。滚滚滚滚滚！
你不是卖脸的是不？去去！你们减肥药里面掺利尿剂，你们卖劣质减肥药都臭啥？你们你就滚！你我掺啥？你看见了？我卖啥跟你有啥关？你给我滚！不是你，喂，我的乖乖来，这个闺女咋这个味儿的？